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现在声音比我冲动的时候声音还大声？那你们的意思是我以后就只要在床边换衣服就好，不用唱歌了？我笑死了，懂？我把你的头都冲干净，怎么回事？保你的头！哎，但是怎么在看台的朋友不叫呢？黄海豪主演4.2万，好，红光海洋。等到夏天开演唱会，会有点冷啊。我们一落地贵阳，我们就在想，哦吼，糟了，衣服吧盖得越来越嫩，结果那要贵阳差，怕是要遭吹得抖起来呀。就感觉衣服因为已经改得越来越凉快了，然后一来到贵阳，说实话，那风吹得我刚才的那个颤音。有50%是他造成的，但是有点提醒的是，拥抱不要拿到钱。我已经陆续有看到，就是很多人的个子越长越高，打着打着就越来越高。以前可能就在读书的时候，然后以前就可能老师们会说过，就是哎，如果有一天周深能够在贵阳大剧场演唱的话，就会非常厉害。所以我在喜欢唱歌的时候还没有奥体这个地方，我们这手忙脚乱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现在的声音比我唱歌的时候声音还大声？那你们的意思是我以后就只要在上面换衣服就好，不用唱歌？
就累。万一人家来没得照顾好人家，我的土变化突然这么标准，万一没得照顾好人家，后面不太好意思。这个变化越来越标准，后面有点不太好意思。但是我觉得我很幸福的是，谢谢贵阳所有的朋友们，无论是在现场或者没有在现场的大家，把大家都照顾得非常好，谢谢你们。我发现他特别适合在贵阳唱，这是一首非常甜充满了爱的歌曲。为什么特别适合在贵阳唱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贵阳人的身份证前三位是520。大家会觉得我比较古风，比较幽默，最可怕的是刚才那边喊出一个比较可爱。谁可爱了？我这么过分可爱完全不沾边好吗？说实话，我真的没有想到夏天能够来贵阳开演唱会，也没有想到夏天开演唱会会有点冷啊。我们一落地贵阳，我们就在想，哦吼，糟了，衣服吧盖得越来越嫩，结果来了贵阳场，怕是要遭吹得抖起来呀。就感觉衣服因为已经改得越来越凉快了，然后一来到贵阳，说实话，这风吹得我刚才的那个颤音有50%是他造成的。但是有点提醒的是，风暴不要打到前面的声音。我已经陆续有看到，就是很多人的个子越长越高，打着打着就越来越高，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谢谢，我们这嗓门怎么唱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现在的声音比我唱歌的时候声音还大些？那你们的意思是我以后就只要在上面换衣服就好，不用唱歌？接下来的歌，如果你会唱的话，要跟我一起唱哦。如果你唱的比我好的话，那你上来唱吧。今天对我来说其实非常紧张的一场，因为以前就感觉在开演唱会，然后这一场其实就有自己的家人，然后也有我的有高中老师，有初中老师，还有小学老师，都在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更像是一场汇报演出。你们的孩子这几年在外面还可以。小朋友你好，家人哥哥你好，好久没有听到这么清脆的童声叫周深哥哥。现在在外面大部分叫周深叔叔。你好，你好，那怎么称呼你？你可以叫我小崔。小崔，我可不得叫你小崔吗？那平时你家人也这么客气叫你小崔吗？一般我的老师叫我小崔。好的，原来现在我是你们老师的位置。好的，那作业做了吗？你现在几岁啊？现在11岁。11岁？哦呦，那你几岁开始听我的歌呢？从7岁开始。7岁开始听？哦，是谁给你听我的歌？是家长？主要是刚开始是我的妈妈。哦，你好，叔叔宝贝。小崔，我是你，我可就酸溜溜的了。小崔，你不叫太客气了，家里人怎么叫你啊？家里人没怎么叫你。难道妈妈也是平时说小崔吃饭？妈妈叫果儿，叫果儿。我的网名叫果儿宝贝妈咪。余光海一样送给大家。保你个头，保你个头，我们重来这首歌。怎么回事？保你个头？哎，干什么？怎么会看你的朋友不叫呢？好，乘以4.2万。您怎么称呼啊？董，又是一位董小姐。好，你好，您是哪的人呢？
宁波。哦，关于宁波这个地方，我时候经常听到宁波哪的用户正在偷笑。我说来宁波开演唱会是吗？我加油，因为毕竟也不是我想开到哪里就可以开到哪里。好了，那要用你最大的声音喊出这句，把所有的不开心喊开好不好？三二一。就四个字也要考虑歌词。那你从几岁开始听？你从几岁开始听我的歌啊？五岁。我也没出道这么多年啊。哦，听我的歌五年了。谢谢鬼样，谢谢你。